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洪水橋直播室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，眨眼就到第二个月。好啦，咁就由我讲下今日初级会分班的时候讲过啲咩啦。今日是由Joseph 的爸爸为我哋去讲课程，就是讲关于耶稣基督在12岁的时候已经识好多嘢，识啲福音嗰啲，就会去教导嗰啲门徒添。好啦，咁就传达俾下一位。你好，仲记唔记得我林明阳啊？我喺3个礼拜之前已经升咗上去蓝青年啦。我爹哋仲帮我将个亚伦圣职嘅权利俾咗我添，而且我今日仲传递圣餐。我人人都讚我話做得幾好，快啲嚟加入教會啦！即時間交俾下一位。I'm Joseph. Today we're gonna teach that what SOS means. SOS means help.But they in the jungle, when you get lost, you can heat up a SOS on fire. Now it's to the next person. 大家好，我个名叫刘卓礼，英文名叫江文凤。我今日咧就会介绍讲一个见证俾大家听嘅，因为今日系禁食主日，所以。今天很多人都在禮堂度講見證，我現在就會分享其中一個見證俾大家聽。係咁嘅，好啦，以前我爸爸就好想做傳道，佢知道18歲先可以做傳道，所以佢好細個咧就做祈禱想做傳道，所以我而家都會信神。我爸爸因為太小，所以不傳得到。不過後來18歲的時候，起碼都有傳到。祝福是要等耐一點的。不過只要我們祈禱，願望就會成不真實的了。那現在交時間給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傅振朗，我今天呢會用笛子來表演將軍令，請大家一專心咁樣留心咁樣聽我吹。咁就佢贏咗，攞翻我嗰張嘢。
我贏咗，佢冇曬牌，玩完啦。好啦，我今日我又係大家嘅新聞主持。我今日報道咧就係、是，仲記唔記得之前嘅流感啊？而家係流感高峰期，已經死咗好多人啦。既然死咗咁多人，大家係咪應該要注重衞生呢？例如踢完足球之後就要洗下手，掂咗啲污糟嘢都要洗手，或者係去完大便嗰陣時咧都要用埋簡易洗手。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日嘅洪水橋直播室。